开箱大吉，健康、美丽、财富。我觉得今天开幕典礼真的非常棒，因为这个场地你们视野非常好，而且场地非常大，最重要今天参与了200多个人，我觉得大家每个人很热情，所以我们刚体验完之后就决定下定买了。灯会是一个大家庭，能融入这个团队是我的荣幸。我觉得灯会的东西真的非常好，他们让我们能微笑，像一个传道士的精神一样，哦，我们希望你更好，而不是说啊，我为了要赚你的钱。事实上各行各业都需要我们，你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健康。那产品让我健康，我才来接触的。因为我没有做过直销，哦，因为是我那个催了身体健康起来之后，才会想说试看看。那才介绍朋友，分享给朋友。刚开始是眼睛视力变好了，因为我眼压比较高。然后后来还有就是我的脚有车祸受伤过，所以就是催完就是变得比较能走。还有我的腰。有脊椎有 S 型嘛，然后吹一吹比较好。我妈是打了疫苗，又手举不起来，然后就是吹一吹，就是手可以举啊，哎呀，所以我就开始推广这样子。我曾经是一个在生命边缘快要离开的人了，对，然后把健康找出来，有健康一才有后面的零，房子、车子、金子都有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致证的仪式。以行动来支持社会公益的工作，很感谢腾辉的家人们参与。台湾是一个直销非常成熟的一个市场，那这边有非常有经验、非常棒的领袖。可是我们有一个使命，就是要把台湾很多优秀的领袖，通过我们腾辉国际，能够让他们走得更远。走得更国际化，我们一起心手相连，迈向国际，冲上另外一个高峰，加油！那相信在董事局的领导之下，会台湾业绩会越来越棒，我们更有信心。公司这么用心，我们看得到；公司给我们的福利这么好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冲啊，把我们台湾的业绩做大，把大家这个健康。带给你周围的好朋友，希望能够不但台湾发展，还有全球的华人市场也是我们很重视的，这个区域啊，所以中国也开始了，我们会努力。好，谢谢。希望未来的高雄业绩越来越好，大家呢越来越赚得更多钱，健康、财富、美丽，耶！我是看好未来了，因为跟着同辉走，绝对不会错的，公司。制度能够让大家赚钱，又能够造福人家的健康、财富，那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呢？腾辉。